落肥了，落几肥？以前为了生饭，那有可能不用陪我聊，怎么嘛？当然嘛，向前看齐，向前看齐。前手嘛，没无原因的，买对两来的。为了生饭啦，像嘛，总系头脑都在想讲，安样先打拼，安样先赚钱。像你哈，都本树哈，打得坏坏的，啊，你啊都新都棉皮嘞，啊，天凉棉皮，你安尼就棉皮嘞，啊，你安尼吼，今年无法度个开发嘞。
你好白哦，芋头哦，鬼排中啊嘿哦，肥料啦，农药啦，总啊嘛无收啊，啊都投资落去咧啊，啊几多啊开发咧啊，啊问题都系风采来都缩短咧，安排啊，你鬼排咧呢，消去咧，总啊嘿，总啊无收成，啊唔对，心肝相讲，啊渐渐平，莫名言啊。这样的意思啊，阿爸阿妹间靠了琵琶，飘眼太细，嗯，阿又太细的呀，那还怕眼用琵琶用太细啊？同款意思啊。我开琵琶没有开花，怎么办？哈，今天呢，喝西北风了，该有，它就是不开啦，没辙啦。我阿姑赶快擦。正常的呀，你安尼啦，开花。过完年就又结呢，那今年看，安多都没开花哦，阎王，我看新物件呐，无嘞，都安奶奶呐，一条琵琶都看到两蕊花，哦，又看到一蕊嘞，两。我那菜怎么弄啊？这么多有七八成，大概都这样子，不大开花。过年因为唔之前落雨也嘛该，今年枇杷开了无好，嘛唔知都特别开唔开，你要自己期待心态啦。半个月之后就知道了，有没有开花了？如果没开花就没希望了啦。多少奶奶啦？柱子也放着，发现也放喝西北风，感觉那个风真的很凉哎。鞋子每次都会这样子正常的。哎呀，好帅！一直动不觉得，每次坐下去啊，在家里看电视也会嗨的，哇塞！工作没那么累，喝酒没那么没工作的话，比那个工作喝酒还累，嗨！一口，你又加盐，安尼一口，吃了干补气，白头路，新叶豆油好，老一打加煎肉，加煎肉，明仔再困了，都给你乌笨笨。好啊，老一打加啤酒啊，无中央啊，无中央啊，啊无搭晒三句就中央诶，嗯，我嘛无中央，我打恁随意啦。哦，真真高兴能见到你，啊，今天好厉害呀！来了啦！拜拜！不要嘛！不要嘛！
叫我。俺俩亲朋友，跟那琵琶怎么没开？啊，没法度啊，啊寒啊，像一块肉一样。都只有喝酒。俺阿个又开，俺阿个开牙齿一紧张，阿个心不做。俺阿个吼，朋友来了，俺妈顺着讲啊，朋友病嘿，啊俺去做俺那些呀，俺妈招呼人卡，安尼啊，俺妈当有，俺妈都哦，心嘿每年嘿头两，心都拿欢喜嘞。开花都系有琵琶粒，啊，都停咧豆皮，其黑粒将会黑咧好，琵琶将会太粒，啊，切切打，啊，切切做法做过，留到全新粒，就会太诶，啊，都系很细个一串琵琶咧。做法同慢法有先变个做哦，佮无强下啦。做琵琶蟹都系安尼啊，热惨气切无限，规三平都会发，总啊安尼啦。看到规片总啊琵琶发啦，又得忙做头那切的啦，唔认真啦。自爱嫁过来啦，两个身份一苦，啊，当日都是爱土生人，煮饭，吼啊暖水泡茶，吼啊哈个酒本归世界不抗饮食，三胎同堂，啊那读到六日天，个行较辛苦，人拍住沙土歇困嘞，因都下个欺负。来派三区，南方的水无做，因为三四个水源无限好做嘛，所以总下我头家都做，啊水源太咧，将要做三方的水，当然嘛，土水源天，三四个水源呢，做不足的。做些看破坏吧啦，见唔个种个啊，些见进行做好嘞啊，啊生意就要啪啪做啊，按做唔养起啊。其实连满五十七岁嘞，我四十二岁，我十八岁结婚，其三十二岁结婚。其后生的时候就定做嘞，因为其是太家庭，嘿，啊，其嘛是长子，所以讲其嘛真早，嘛一苦，拖嘞本样又有资金嘞，又行个苦，生意又太轻嘞，又行个苦。啊，所以讲后生起一做做到连蛮暗落嘞，过去也落花嘞啦。
磨偏遐来的啦，吼、哦，欠了身体啊，唔免医好的啦，磨阿妈磨以前安做的啦。后生的时节做过头嘞，啊，不过那个后生无达标过的，瞧嘛，啊，苦过来唔像低干苦。那对吧？平均起来，一年。五六十万都多开单的啦，那有两年啦，本台风啊呢，大都全都跟一些搞有开发呢，后波台风了两年，哦，专门出一堆人做些，扛火毛呢，扛把扛来卖做啊，碰白带啊，你很多讲，哦，今比爱那样扛路啦啊，扛把扛啦啊。啊，来石头啊！我总爱去做过，麦个线啊都做过一条。生意太的，不是团春秀的啦，哈、哦！俺自家就落来就忙做，一年一年过得还没多嘞。你看，人家叫我流屁的啊！阿公去做呀，阿爸阿妹，阿老田地的啊，哦，经营也会做容易的，但是讲吃菜的啊，阿奶奶心装摩托掠带田地。差不多一年做千三啊，吓连卖啊，将退五年，情绪蛮不好卖，将做做安尼啊，啊唔过习惯多咧。前三年做都钓到白灯，两百块平的，三条高，三连续三年钓到白灯。啊，今比了算会轻松一些，嘿啊，十比嘛当轻松啊，嘿啊。俺们干五个人呐，俺第三样做些辛苦。俺们比披萨，较无钱吧？但是俺们的机器无收披萨，很注意老板饼，加创一份钱啊，他自家都靠我过。走到嘞，安静，你安静啊，你很吵哎。王来，走开。王来，不行，修理啊，先请。那么多了，那么多。
叫你动过呀。头白阿爸讲讲诶，今晚闹好架，就上菜就走两局闹，人口就进多嘞嘛，两就算了有一个状态。趁有钱一下子出经费，天天就起起建啊，啊本白公好大，头两团顾三头啦，不负两个人。金边啊，都是俺庄行一年一度的土土年，庄行一年全部都来了，连吊带都来了。哦。你二十年代快的，那摆工厂改掉掉就有人抢的啊。两个人可能就配一半个家，嗯啊，篮球实在讲，毛琵琶可能大部分会纠正，可能会毛人头两代。两阵来讲，比到平阳气候又较好啊。两唔看植物，枇杷天候唔好热，加个品质唔好，加湿度哈，温硬硬，白皮白唔多，价钱啊差一半。都唔买豆腐嘿，那就买点豆腐啊，买咸。啊，好，好嘛，买点那太咸。我爸爸佮村里冇方便啊，我带东西啊，我有啥都要去买菜酱来。啊，他早上吃维力炸酱面。我跟你讲真的，你不信你等下你去问他。我唔得讲有一点点年纪了，年纪了。哎呦，来就专门帮你喝酒的。也都，也都行路机。行路机。定位也多。来来来，干杯。干杯啊！没有。我上面生意唔是都很多个药啊，一物个，唔是。猪哥哥啊，能保你大臂啊，就是。那年的虫子哦，那虫子，啊，我把你打比滴一水落，滴一水落，安尼，才免自由呢，安尼啊。那清洁的以前。你十多三岁都长那药鼻色嘞，天也药色，谁好那药色，那也按到那药鼻色，结束嘞哈。免结婚呢，才免十九岁呢。年头真爱出世，蛮典型的，就是嘞，吃到两万嘞。
无看到啊！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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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直接直接有啦有啦有啦！别，我没相片嘞，我爸爸现在空空的。哎，吃细汉都无阿妹的，啊，就是个相片嘞，纪念。啊，都我三四岁啊，无看到阿妹。自杀，喝农药就跟爸爸吵架吧。虽然我们是单亲，但是我们比别人更坚强啊。因为老爸没有留什么给我们啊，所以我们个性从小就练来了，不服输的个性啊。姐姐蛮辛苦的，闲着没事，她不工作，她好像很痛苦的样子。人家说她劳碌命啊，翻不开。杨，杨，起来了，起床了。姐，起床了，少爷，上班啦。买只金屋，我太好奶奶哦，托个小个买卖的呀。穿基本的都会生意特殊，生意很少的时间吼，俺两公姐个膝盖来总啊摔到了，摔到了。啊，另外咧两间房间，一间分阿白晒，啊，一间分阿加关晒，安尼。俺规家啦，就像咧吹头凉，枕头凉。就是头五点外做房来，总本生意室咧，总本个图书最个小的落去，然后最个上的。然后七家庄的三行都是，啊，俺不是的，天福店迄俺不开始做的嘞，安样的，营业少的时间一段的啦，像起落来样哦，一做呢一做呢做呢，根本把个建筑的推广办过的是，很想讲俺不是的拿手工的来做的。我还蛮加过来挣钱啦。现在讲剪头上的时间，运势没以后啦。剪头刚好中老发两三年了，帮歪歪。他们二三十年前的钱子一台哦，世界来二后位，啊还有四太年，还有八灾的，那个会喊得落来，那个嘛不敢不用送一家，像我，就天天想讲。天气工作要赚钱，天气工作要赚钱。渐渐的，你也是变做工业的关系嘞，变唔落来，习惯了就变唔落来，还唔落来。
有那么强的啊，啊是嘛强的啊，啊做血流汗啊，啊为肿到耳根了头啊，啊无舒服啊，啊去倒来渐渐的啊，好嘞，渐渐的甲医好上好。感觉头巴在头苦的时节，现在讲今嘛一做，人很多又做么个，只一做么个，劈错啦、撞墙啦、砍树啦，哦，媳妇到骊山去砍树，娘做娘开，全家放来啦。那时候。我爸压力大到怎样？曾经一度想要开车，全家下山来。我那时候抱着我爸的手臂，不知道他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喝酒，跟隔壁邻居可能有搞一些暧昧，可是又不是事实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妈那时候要离家出走，我阿公已经70多岁了，我阿公先下跪跟我妈磕头，我那时候苦不堪言，包括负债，包括我爸的爱喝酒。我妈还是撑过来的。我根本无想要做这些，因为讲我细汉就无阿妹嘞。我以前想讲，我那做的花，我那做平的时间，我细年迄咩通爱行穷款的路，无阿妹，安尼一艰苦。你讲有阿妹的细年穿个布，穿无？啊，所以讲，因唔好想要做，想要担硬方来。无想讲，因个生意吼，各行咯，各行穷款的路啊。系啊，过来咧。这边爸爸那个恢复室要推出来了，要推去病房了。好好好。我今晚老多讲起高血压起放了，都每下我都心情那也唔好嘞。去医院检查的时候，降低讲系胃出血。今年过一多胃出血，今年胃出血其实用盘的，因为量太大，所以讲其用盘的。头发眼牛哦，人头海来牛啦，突然杀骨派变个彪，阿毛就修病都好搞，空修包一头长也干，就本人叫，天天一起就本老师发。头贵的都出来，哪一个昨天去采人家的橘子的举手，大概点点，一讲啊嘞，大概都高兴就，我一再就太嗲了。推过来跟就是这样推过来，往这边推，就是打开，然后往这边推就是关节。反正有问题可以再教我，可以再教你这样子。哎，人家莫老了，像头白呢。菜我都会起吃，吃有吃菜，哎，唔得几好啊！
跳太起哦，很多东西哦，唔跳停了，真离奇哦。东西漂漂嘞，细细放落来，真离离嘞，那像你台湾做些，我那落去的法子是得，看难起一丝丝，不要跳，小一下动静。今年冬无寒哦，你看你开拍花嘞，都还蛮有做法哦。是一夹哦，无歇困哦。呀，你看你花太累嘞，忙做。开拍花嘞，正常还要冲凉呢，冲凉呢，我多做法嘞，佮开拍花嘞，太累嘞。正常头做，应该是先做法。做法做好的时节，将要黑粒，黑粒了将系爱熟果，熟果了将系土鸡肉，你系分开的，啊，连慢系 QQ 做一家。按太粒的哦，忙有熟果哦。就差不多是我头家肝硬化引起的胃出血，阿吉都带加护病房带进医生院，俺阿来病陪落去照顾佮，俺阿了皮发血动脱出，阿叫来做，俺阿讲有开一手，无开一手，无开人首先办唔得要停你来，有开人冲阿内拄到阿内阿妈真无奈何，两偏向而走。有阿无含枇杷些，阿有阿二烟吼，安尼。来服务组，来淋雨。一家一家按款做唔起啊。啊！又要洗老公没啊？拄到嘞，阿无英雄，真系无稀罕。今仔片吼，靠安心养好来吼，俺小姨方翻手安尼都医好嘞啦，身体天天穿好啦，钱够穿都有啦，像我。
他讲啊，哎，像以前安尼好生，安尼天天安好，唔得结好。真个，一年写讲，一年多呀，冇几多话呀。所以讲啊，一点看真开哟。该做还做做啊，啊，唔系白债务哈，安尼都生活得过多。该掉啊，啊掉就来掉。啊，无那样说，人生啊。大头来。关于讲诶，粒粒米皆辛苦，俺那些打了琵琶都一辛苦。做工啊，打开了。你都做三遍嘞，粒粒缝嘞也真好嘛。啊，粒粒盲缝嘞，粒下几标，啊，粒过下几标，所以一把琵琶剪三标，粒呢缝啊真好嘛。粒把琵琶都要六三刀，啊，打开几六三刀。因为剪的时间吼，较会拄到南风，南风都是吹的小风，琵琶树会耐唔好，啊有底下都干干的，啊有底下青青几多老老的，系啊，啊人家都总下得到天的下，买哪将来的啊，用得来将哪将来都出来啦，安尼啊，啊都得到几天的。那讲年初的时节都是特别一般。今仔都是要去七家盐卖去啦，好，大头好，四皮也过年看。那今期有糖尿病，太甜。当年买冰啊，头个两三都做啊，哎呀，啊。今年都佮身体安尼，啊就很幸运讲啊，我不会先先不用拍，将来先听木卡听做下来。系啊，伊也细汉，阿爸就用了创业干许多台好呢，人岁数大嘞，啊就买人家施舍来家听受安尼。笑啊，是甲阿爸，看有想买是甲阿爸啦。卷酒，躺在和尚。哈哈哈！和尚你。是殴打、还彪骂脏话，弟弟总是把整个过程录下来，怒口哥哥恐吓。
琵琶没开啊，当然做工啊，没收银行银行才发。拉啦拉啦，就全拉了。哎呦，快乐也是一天，悲伤也是一天呐、啊，哦，那么简单。他不开你有办法，你这样哭也没有用啊。现在讲人啊，落寞，唔会同人讲佮艰苦的一面啦。我妈唔会提讲佮艰苦的一面，因为俺父相都会体谅。我讲艰苦的不能听，妈妈不爱艰苦。啊，所以讲俺姊妹袂讲起就讲啊，捡来好嘛，吼，生意又乖嘛，吼，亲家子讲下讲啊，生活过得起嘛，安尼呢。在穷的唔得，在惊讲，惊血管个破裂啊，胃胃个出血。今年阿伯是两个铁道，电话不两点，这样就爱做些。啊，嗯，我看地摊小，伊目标嗯有。外写表，我那做班。你讲的甘蔗任务是了过任务啊，是无？啊，你妈的生活就较快活啦，因此干那两路呢，一家穿，一家食，吼。啊，后生的本钱都买大饼，一家村，一家啊，终于释放来，像无？哈，这蛮近啊，有本用之物，蛮一艰苦。做西太人呢，替生意都上了点，像无？这样呢？环境的关系，像无环境让你个人变到一坚强诶，像无无退路好行诶，都要坚强，像无。困难，因只要开放了，人生啊，无求嘛，该啊，像我。